来，功能就是双手也要不出。如你为什么喜欢用 iPhone 呢？因为很多人喜欢，他们觉得 iPhone 的功能比较好。iPhone 的功能比较好啊，比方说照相功能，照相功能就是照片功能。这不，iPhone 的这么远，这么拍的，很漂亮。我们那人，我们刚刚都我啥年没有？然后人家都行。开战时就，哎呀，老师放的有点辣辣的，然后我有点分不清啊，我嘞放的有啥，个辣了嘛，放的有辣了，因为为什么？这个手机的功能很好的，知道吗？对双手也咬不住。所以就开战时嘛，老师说，卢姐很奇怪吼，密码说 vivo 入，oppo 入，哪顶两封的，谁顶两封啊？我爸妈密码包装是封不老得行咯，哪顶啦？哪顶密码了咯？能封？然后密码那都是不老老实的封的咯。现在谁也不好说，有可能啊，大概。你的。哦，你对，好，你对啊。那这一集中就是说，iPhone 里边买一个咯，好，iPhone 首先方面好像等于是谁来帮我们的对咯，我们方面报谁说，可能谁是谁来帮我们啦咯，哈。那你的 iPhone 呢？等于是谁 iPhone？你差几倍？你看你的呢？等于是谁？差几倍？20倍嘛，哈。啊，洋寡的哈。为什么？卢对。还不如 iPhone 还是设定两封的，你定两封，还是上下定两封的，是定两封，还是定了谁两封，定东西两封，还不如在那里，就是封我亏回家了，还不如咯。这时候路里不生气，路里啊，嘟嘟歪打说不行，这里出去跟 speak up 一下。好，这个老大风里啊，老师啊，嘟嘟伟大叔叔行吧，拍照。我讲你等的朋友们为嘛不弄？为什么设定上啊？等等的设定动作，等是在为干嘛咯？因为风手机的功能不一样，手机的功能不一样。好的好，我都 laptop 所以 ASA 啊，Lenovo MacBook 跟 Lenovo 差别什么八卦了？当然啦，MacBook 的功能比较好。哦，MacBook 的功能比较好，Lenovo 当然会好啦。可是 MacBook 不行啦，没行啦哦，因为功能不一样的，所以功能也得别个双手也。这个手机的功能是什么什么的啊？双手也，哎呀，不助理嘛，懂啦。老师，双手也，路易清嘛，路易清就是老师能力哦，就是说，哦，双手哪一就是我们说功能，所以哎，iPhone 手机的功能很好。这个手机照相的功能不错，我们可以说功能来看重是吧？但不一把 no，来先念一下，来默默。看重别人，尊重别人，对一个好习惯。看重别人说，别人就是独苗，独苗的木他啦。看重尊重别人，独苗立咋啦？尊重是你要尊重谁？你要尊重父母，尊重。大人尊重你的姐辈，尊重你的老师，要尊重自己，也要尊重自己哦。顾顾理解，尊重就是理解了，你知道吗？哈，老师为 HSK 佛山嘛，等比对哈，尊重是理解了，也要尊重自己。尊重自己是什么意思？知道吗？尊重自己，顾理解了。比方说，不是讲你们会不会满足家里嘛？比方说，这出路里不是讲你发的，fuck，啊，你的发的发呢？那是没有尊重自己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是讲你自家舒舒卷卷的表你啊，还有一直都瞄你啊表你啊，那过月也得过月，至少平时过月过了有的皮皮小差你啊，那样过我们用几笼，那还是没有尊重自己的。所以人呢，也要尊重自己，也要尊重别人，也要尊重自己。尊重自己是什么？说实话，表的了不？我若说路线，我们会尊重自己，个个理解的，个个理解嘛，都瞄个理解嘛，跑过来。是不是？你过过过，你没有你自己没有尊重别人，哪会尊重你？所以然，第一个你要先尊重自己是什么？不要骗别人，那是也是一种尊重自己的哦。那当然，第二个你要尊重别人，怎么样嘞？就是 Lisa 们看重别人，怎么样耽误他嘞？比方说，老师卢迪奥作业卡嘛，你那那那他卢迪奥一把哦。我比如说，哎，多把他们这把握，那多把他们就这把握，多把他们细把握。你不要这样小看别人，所以要看重别人，怎么样耽误他们，怎么样一把目的啊们。所以一个好习惯，高某呢，立正的护皮的来，接受第二个。
人们不太看重自己的历练。好，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练，历练说吧咯，空啊说吧咯，不是阿西啊，比如啊，某不，你也弄哪一声有可啦，历就是啊，历练，所以你弄哪一声啊？你弄哪天算啊算？你阿细呀、阿骂啦，比是几点骂啦？不是，不是，你嘛不老弄来。老师是老师李振宇，老师有老师弄来呢。哦，我娘教的历练我有，我不老在那弄来呢。但是你我吼，咱们阿老古拉比哦，咱们阿七我拉比老快呢。我有这个历练吗？我没有这个历练。我们阿老算上有没有用？我把啦，年库八十我老钱呢。老师都没有把书捞起来，咱们都没教过我们老金，老师都没有站了过吧？我哪有可能？我没有这个历练，好、哦，我没有这个历练。你把书教过我们这边的，把书你这边你们那块比都没有老金的，都没有老师供你背吧？哦，不可能，老师没有这个历练，老师嘛这个也阿没行。好、哦，老师有老师的历练，你想来台湾，我可以帮助你，因为我老师有这个历练。啊、哦，老师有这个历练，那生有生的历练，都不老提都被那算系的，认没系的。啊、哦，生有生的历练，比方说，生老师的等老七吧，他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呀、啊，对不对？他这个是有历练的，读了哪年算上面，对不对？那么生有老师等第二老七吧，不太可能了，就是已经超过了，那还是一种历练。读了哪年算也，读了哪年算啊？然后，那么现在是什么？做公立嘛，六六年，公不着嘛，公立嘛，那他有他对阿六嘛，都弄早来的历练是，都被身体弄来呢。美丽家呀，那么好点的美丽家呀，如果要的你呀，历练他没有，但是他有了，他有责任，都弄来的历练是，好，嘛说就行，老师说就行，老师在嘛，好，阿明看没用啊，阿六被来的历练，老师嘛是难不行了，当然有啊，你丢啥搞呢？你有老别人的历练，老师有的那找历练，老师所以就是说，人们不太看重努力啊，对比的我们他讲自己的历练，过也一把，过也一下样，过也算有对比的我们他讲啊，比如说你觉得自己是我不会，我不会说，我不可能，哦，老师有可能，老师我不可能，老师为什么有可能？老师也是努力的，你也有可能啊，当然是要有这种心，你要看重自己，过过咱们他们，来这个。那个收银员来，人们最看重的是特权。好，人们最看重的是特长，特长你到时候买他们，困兔啊拿兔呗，弹幕太假了。哎，阿龙奶奶嘛，萝卜特长，啊，都嘛把龙奶酸洗了，特长就是说困兔啊拿兔。老师难言嘛，崩盘。如果老师没有特长的，老师我们家都要骗，是不是三样努力有特长的？哈，有特长的，他有特长的能力是什么？啊，困土里啊，拿土里细家的特长，特别的闯了闯里的，哦，都嘛弄来算一些。老师讲的，你不就第二个举来的？你有没有特长？有啊、哦，好，那是困土啊，拿土细。我们一般面，我们嘛，路有嘛。一般人没有特长的，但是呢，比如有军方队、军队方的，就是说四百三呀，所以我们有那种特长的，所以人们最看重儒家不耽误他家的吧，然后啊，混出流呗，耽误他家的，哦，就是说历练不耽误他家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来，特长就是要混出啊，拿出啊，来功能多，算上哪一面的，罢了。这只手机有功能多，的方法算上哪一面的。售后服务好，张大老师在 listening 嘛吧嘞。售后就是说为啥木搞呢？为啥木谈？服务就是为啥木？哦，售后是老师啊，为啥木也 department 谈那里的东谈了？所以售后服务好，为啥木谈啊？搞你路标谈了？listening 嘛吧嘞，对不？来，流行的每周加多去啥多？老师现在你妈逼吗？流行歌，Hello。是啥来的亲？好，这首歌是，这首歌是你的亲啊！现在流行的歌，LGBT 的人能吧？这首歌是现在流行的歌，你的亲啊！顾客啥你来的亲撇的？好，那老师现在你妈逼吗？那你妈逼吗？那么彪吧？你觉得？
现在最流行的歌手是谁？不一定是缅甸人，都可以。现在阿库我呢？最流行的铁沙洲歌手是谁？现在最流行的歌手是谁？库克沙中苏罗阿布杜了，来，德金瑞，你知道是谁？等你的亲人，我也是。不能讲呢，你这可把龙华去，这要让你们听过。贝拉是那边，不，对啊，了，来呗，好，没关系，来噻。现在最流行的演员是谁？演员是丢啥？现在最流行的演员是谁？缅甸我的老师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他这边也领麦了，三百九十家了，丢什么又凭什么地家？那么厉害，那么棒。缅甸嘛是吧？谁演员丢啥？没关系的，讲一个就可以了。现在最流行了。好吧嘞，我遇见忙了，没有要这样。遇见吗？那个我不知道了。我最难，对我来说最难的。好，所以那老师。阿库 K 沙中，哦，阿库 K 嘛，K 沙中，哎呀，哎，老师，阿库我喏，那是第那天嘛不，哦，K 沙中，哎呀，K 沙中养八片了，来丢了也没工没接啊，阿库 K 沙中养个八嘞，啊，阿库 K 沙中养个八嘞，来结束。什么？哎呀，老了，老子现在最流行的养菜是什么？好，那回答答案呢？现在最流行的颜色是什么？成绿色了。强绿色，强绿色。来，我们查一下，我们来查现在。最流行的颜色是什么？五个人，阿五人。啊，现在最流行的颜色，啊，粉色，还有这个，白色，啊，这个白色，啊，这个也是一种哈，它是什么？然后人们它是哦，淡蓝色，哦，淡蓝色，而且还比较努努的，还有这个。绿色啊，绿色的啊，它比较是那个强绿色吧啊，还有这个红色的，它是潮红的，潮红，我又有红了，我潮红了。还有这个是什么色？是蓝呀蓝呢？银色啊，银色啊，银色现在流行的，还有这个黄了黄没的吧？黄了，对，黄色。啊，现在最流行的颜色啊，现在阿酷，那是第嘛哈，ANQ 啥颜色，我讲到不会读的，所以老师啊，现在很流行的颜色，所以演员名，那么记录的时候，现在记录杨丽波比较好学家哈，现在最流行的颜色啊，所以流行呢啊，流行的演员歌手啊，流行什么东西都可以说。来推荐 recommendation 来着，哎，对不起，recommendation 别的，我推荐他，比方说，
哎，老师啊，这有啥点钱萝卜？老师你这边有点，你不读 recommendation，你要推荐谁？哦，你要推荐谁？你们都有 recommend 给我们来报。啊，老师马啊呜一堆节目马啊呜，所以老师你要推荐谁？我说好，那我要推荐漫模，我要推荐漫模啊，漫模 recommendation 别嘞，啊，漫模难得，漫模就是这个咋搞呢？啊，哎，你在哪里学中文？我想学，你要推荐哪里？好，你在 FT 玩学吧，我推荐 FT 玩。啊，FT 玩 recommendation 别嘞。所以，我们为什么老师讲到你两个讲嘛比较多的人看嘛？我们一定需要是什么推荐信？推荐信，推荐信是老师我把它说 recommendation 来打入口嘞。推荐信，老师讲到加布码吧？啊，recommendation 来打把嘛？老师我讲到你 score 拉入把嘛？老师人家不信比啊？老师我说不信啊？老师所以老师这边立掉 time 嘛讲到这的。啊，他都也 recommendation 了的，老师一看，老师一毕业不，那 recommendation 了的，所以人也进来了有路苗，哦，就是说，那没得呼呼吸他的玩意儿了，因为你有色的啦，米呀的讲话给少，所以那叫推荐信 recommendation 了的。好，见了新的的假的，哦，老师你要先多嘞，哦，太阳见落了，见落是老师啊，新的的假的。哦，啥白天嘛，把老师给编码了，比较不太会说。作者啥意思呀？作者啥意思呀？来，我们今天讲到技术题的嘛，技术的老师把它说 skill。我们会说他的技术很好。skill 嘛，老师讲到啪里啪的说他的技术很好。比方说，我摄影不记说这的，摄影会画画。那读画画，他的不提高，老师我变了。哇，你的技术很好，这个技术的 skill 你 skill 啊，就老高了呗。那老师啥的呢？你觉得老师啥的呢？还严高呢？你以前说老师江苏，老师江苏讲的。很好，我觉得不错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来改一下，老师江苏的技术啊，不对，很好，或者是不错。老师啥的那么嘞？有没有 skill？有哦，江苏也有江苏的技术，你知道吗？不管做什么都有技术。开车有没有技术？有哦，哇，他开车技术很好。他开车技术不错，就这样老师我10BC 呀，人他跑过16BC 呀，那是什么？哇、哦啊，他骑脚踏车的啊，他骑自行车技术不错，就是很好。哦，妈，你的技术很好哦，你的技术很好，老师这东西呀，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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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，那看那里嘛，叭叭叭叭叭叭叭的呀，那还是一种技术哦。所以你们这些嘛都有 skill 哇、哦啊，你的技术很棒呢、啊，你的技术很好哦，你的技术不错，我们懂了呀。来，这样子大家想一想，一分钟技术呢，过半我叫你讲会计啊。过半我叫你讲的技术，
好，完赛开始。它是很著名的作家，他写的技术很有意思。他写的技术，技术嘛，老师有技术嘛，有技术很好，技术不错，技术不好，哎，东古呗，东古呀，这差哈了，对比东古庙，哦，技术很好，技术，看一下什么药了？很有意思，我没药技过。术很有意思，东古庙，技术是 skill 啊，这边是 MCU，skill 高呢，skill 高，skill 不说我那个东古我呀。还好没有老师，技术那种二八嘞，作战那样对路呀。作家啥意啊？他作家就是说，作家是啥意思啊？比较简单了。那他这个作家他写的技术不错，他写的技术不错，都不懂呀。然后是他写的技术很好，还是他写的技术不好？技术只能用好不好，还是不错，还是非常厉害，非常棒？skill 我懂了呀。啊，技术是，想想，等一下再回来。黑马来，我的研究技术还好，我的研究，研究技术，我的研究技术很好。还要记得哈，老师啥样嘛呢？过过过，没去就，技术过过过嘛，不用。哥哥，我丢啥毛病？皮不嘛啥毛病？故宫一个破的自家老师学不完嘞，所以老师第一点嘛，老师们背啊，老师这个是这个 level，这个是个表那啥你皮的，老师们背变身啥？来，慢摸。虽然我刚学习游泳，但老师说我游泳的技术很好。啊，老师说我游泳的技术很好。OK，来一来。我们店的一个学姐的按摩技术很好。哦，我们店的一个学姐的按摩技术很好，OK，可以来接收。我们家隔壁那家店的讲法技术很好，讲法啊，讲土法，好、哦、是讲法啊、哦，讲讲头。法技术很好，来的人呢？他们把眼珠的技术很好，连校长都夸了他们。好，所以呢？我觉得他唱的歌技术很好。好，黑马来回来。我汉语说，我汉语说的技术不太好。技术呢？skill，skill 比较 skill，那叫 skill 比较能力呢？对，技术呢？比如没有，我和你说的能力不好，能力呢啥呢？技术呢？你呀的呀，该努力呀的呀，那个 skill 比较的能力，能力不能说技术哈。再回来，来 say。他画画的技术很好，所以他画的图画很好卖，好，可图以，片很好卖。来，可以吗？我跑友的孩子，他织的慢点算啊，skin 啊，高那路，有请老师。啊，那叫记忆力哦，那叫记忆力，哎，不能说技术，那叫记忆力，记忆力，记得也记，力气也力，记忆力就是慢点说啊。我可以看电影，到了，比如没有？
没关系吧？我做菜的，我做菜技术不好。不太好。我做菜做要的了，老师。可以可以，我做菜做的技术不太好，还是没有那么好，懂不呀？好，老师，excuse me 好，我那个公路也看他比呢，我们来一下，因为我怕这个没有时间，来不及，请秘书打印了呀，因为打字老师三会请来多了，我们今天要第16课嘛，老师说16课，老师这个会有分数哦，没错啦嘛，老师没点嘛。所以讲呢，老师的差评嘛，那是实操的看的咯，实操的看嘛，所以你不要担心，老师不会其他的，老师要实操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咱们未来 period 把嘛 easy 啊，路 easy 啊，路啊，脑松白面咯，讲的，就是 true false，买买的买买的，那么的没，要是 A B C，你们现在已经 SSK 复下了，应该这个都很了解嘛，特别不用讲吧。好，老师来看一下。第16课，生活可以更美好。课文一，小夏出国留学遇到了问题。你马上就要硕士毕业了吧？将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出国读博士，一直在准备办签证需要的材料。看哪现里？在材料准备得怎么样了？成绩证明和护照已经准备。那里？第16课，生活可以更美好。课文一，小夏出国留。奇怪呢。什么点？先稍等一下，看来。看那里啥机场呢？看来那是 find map 的漏他了。那里啥机场？你上我片里来，等我来出来片。你要得去哪里？
老师，你们要发音漏你了，我了，来。哇，看那 SS 给看那表演啊，说，后面都6.6年这个家了。沙漠皮人等的话呢，妈咪张罗水他们。来，我们昨天一二六，来今天第三，来剩第三题，你的第三题。你会买养动物的皮毛做的衣服吗？为什么？我不会买用动物的皮毛做的衣服，因为动物皮不属新鲜，我觉得这样对动物不公平。未来谁谁去伤害动物是不需要的，其他就现在有很多布，我们可以选择很多流行的各种各样布，这样不但好看，而且不会伤害动物。为了保护动物和环境，选择其他的材料是更好的做法。好，第16课，生活可以更美好。一，听力。好，下一位，第二题，第四题，黑马来。如果没有山里，世界上，请世界上天气怎么样了？怎么样第样四子？题，对吗？第四题，植物对你的生活有哪些影响？这四题。植物爱的不讲可以起到作用。来，第五题。如果没有山里，世界上会感情怎么样子？如果没有山里，世界上会太热。有些动物不可能住在山里，人们也会可能死，所以我们需要保护山里。保护山里也是保护山人里，们和三个单串，山里，保护山里也是保护人们和动物们的生活。好，哦，谢谢老师。那第五题。第五题了。对，第五题。
如果没有心灵，现在像会变成什么样子？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二如果题，现在是请选出正确。啊，算数算数。如果现在像没有了心灵，没空有气人，会山林不是森山。相邻，慢慢，而且啥意思？相邻，如果现在下没有了相邻，空气会慢慢减少，也热量会挺高，大部分的动物是住在相邻的，如果没有了相邻，它们就没有地方住了，而且相邻会保护洪水。所以，相邻也是不可能缺少的一部分。好，我那个一来第六题，南面是唯一。那是那边海眼装那边的流沙麦的那边一来，哦嘞，标标。啊，海眼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地球上大约71%。但是，地方是蓝色的海洋，在美丽的海堤是这里，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，在海堤里有很多很多种的鱼，但我没有看过，是知识的，我在上网看过的。他是问你海洋跟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？卡鲁那爸爸的母亲在那边啊，不是你有海洋有没有为什么？海洋像卡鲁那你是农村过啊，你不如爸爸母亲来没他啦。所以你不要想着什么，海洋找我们爸了，卡鲁那爸爸母亲也找我们爸。建议他们没有，那话不嘞？起码第四题、第三题啊，第四题见了，建议他接受第六题。海洋跟我们的生活什么？有什么关系？现在世界上有大多数人们用来航行为了送代东西，有很多人靠海里工作啊，然后海洋喂给我们食物，比如鱼。螃蟹和美海星，第三螃蟹部和分，美星等等，然后第13到22题。海洋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，很重要。好，就讲到一边哩，你还是罗切西，但是我现在好的固定白白嘛，好讲到哩，你能学多少就是多少，我一了无一来了，我连那地方表态了。老师讲到我已累积了一个习惯漂移他比他嘞，所以啥也看嘛，奶奶要强一点，奶奶老漂移，不是说这个 HSK 嘛，不能那么短咯。那还有这就讲到的，就是说一来你要多选，选什么错了，我们比如说要错了，现在你已经 HSK 放下了，已经来台湾了，不能这样。第16课，生活可以更美好。咱们品嘛 ready。我的妈逼歪！爸没跟姑子聊了，那啥么的 A B，那那那蛮吵嘛，那就不要他。一、听力。第一部分。第1到5好玩耶！题，判断对错。例如，我想去办个信用卡，今天下午你有时间吗？陪我去一趟银行。他打算下午去银行。现在我很少看电视。其中一个原因是广告太多了，不管什么时间，
也不管什么节目，只要你打开电视，总能看到那么多的广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他喜欢看电视广告。一，办签证需要准备哪些材料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不过我有大使馆的电话号码，我可以帮你问一下。他知道怎么办签证。二，只有通过了考试，完全符合要求后，护士才能正式开始工作。医院对护士这一职业的要求是专业、负责、尊重生命。护士工作前要通过考试。三，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时候，她紧张极了，脸和耳朵都红了，几乎不敢看女朋友的眼睛。他第一次见女朋友时很放松。四，这篇文章你还得拿回去好好改改，主要是内容有点乱，重点不够清楚，另外有几个句子还有语法问题。那篇文章写得很精彩。五，受到批评时也别伤心失望，谁都有做错事或者做得不够好的时候，只要不放弃努力，你就仍然有希望。做得不好时别失望。第二部分，第六到十二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该加油了，去机场的路上有加油站吗？有，你放心吧。难的主要是什么意思？六，喂，姐，我找到你的成绩单了，给你寄过去吗？你还是发传真吧，我现在就要。男的找到什么了？七，你钢琴弹得这么好，怎么没去参加比赛呢？我错过了报名时间，只能等下次了。女的为什么没参加比赛？八，已经两点了，你怎么还不睡觉？这本小说还有几页，我想看看最后到底怎么样了。女的为什么还不睡？
九，我们想了解一下客人对我们宾馆的服务是不是满意，您只需要填个表格就行。好的，没问题，希望表格不要太复杂。女的请男的做什么？十，小刘，帮我把公司的这两页材料传真给李记者，他下周的一篇新闻里要用这些数字。好，我马上去。他的传真号码是多少？对话最可能发生在哪儿？十一，现在有的人20多岁了还没学会照顾自己，而有的人10几岁就开始工作赚钱养家。年龄大并不一定代表有能力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他们也许没有很多钱，却可能比富人家的孩子经历的更多。10几岁就工作的人怎么样？十二，你叔叔太厉害了，他的书里写了那么多地方的景色，这些地方他都去过吗？我叔叔以前是记者，因为职业的关系，他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地方，看到了很多美丽的景色，也认识了许多朋友，后来他就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。根据对话，可以知道女的的叔叔怎么样。第三部分，第13到22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例如，把这个材料复印5份，一会儿拿到会议室发给大家。好的，会议是下午3点吗？改了，3点半，推迟了半个小时。好。602会议室没变吧？对，没变。会议几点开始？13。您好，我想办一张信用卡。办信用卡的话，您得先填一下这张表格。好的，填完以后是交给您吗？不，填好后，请到3号窗口排队就可以了。关于男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14，这是女儿专门给我们画的。这张画的景色实在太漂亮了，你看，花草画得像真的一样。我想把它挂起来，天天看。好主意，就挂在书房的墙上吧。男的想把画挂在哪儿？
15。我们坐出租车去机场吧。现在正是上下班时间，路上可堵了，坐出租车去恐怕时间来不及。那怎么办？坐地铁去？坐地铁应该来得及，飞机还有2个半小时才起飞。男的打算怎么去机场？16。你怎么了？什么事让你不高兴？下午的足球比赛，我们班输了。比赛总是有输有赢，下次再努力。就差一个球，实在太可惜了。男的为什么不高兴？17。你的包里没有，是不是忘办公室了？不会，刚才是我开的门。那你到底放哪儿了？你再仔细找找。我去门口看看，是不是掉那儿了。他们最可能在找什么？18。见到你真高兴，你已经硕士毕业了吧？是的，我去年就毕业了，但还没参加工作呢。毕业后直接读博士了。还是读经济学吗？对，研究方向是国际经济。女的读哪个专业？19到2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母亲对女儿说，选丈夫不能马虎，一定要考虑清楚。你看你爸，什么都会修，冰箱、洗衣机，连汽车坏了他都能修。没等母亲说完，女儿就说，我明白了。没想到母亲接着说，你明白什么呀？如果你也找个像你爸这样的丈夫，就别想用上新东西了。19。他们在谈什么？20。关于女孩的爸爸可以知道什么？21到22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我弟弟叫王小帅，今年4年级。他最大的特点是不爱学习。课前不预习，考前不复习，几乎没按时完成过作业。一天，他骄傲地对我说，哥，今天老师问了个问题，除了我，谁也答不出来。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问他是什么问题。他说，老师问，谁没交作业？21。关于王小帅可以知道什么？22。说话人说，
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什么意思？好，我们阅读开始。23到26题，时间有限了，请这么查人。再1分钟，not a minute。27到30。
再连分钟。好，下一页。Rarish，A B C 一遍嘛，不咯？啊，那木拉贝塔嘞，我嘛 B A C 做 B A C，A B C 做 A B C。
啊？可以约了 A、B、C、D。
好，我们今天43 题比你的片，第一题比到六线的片，比比的你老公啊，这么也太慢，对起来路嘛，慢臭慢了。第一题比到人，这么也太路呀呗。